阿弥陀佛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咱一几工，而且做伙来讨论，伫科技的时代，人的心将来要去倒位。虽然前有讲法讲，将来时代咱的身躯边会愈来愈多机器人，啊，机器人甲咱人都会无同款，有真侪无同款。啊，从今仔早起要用另外一个角度讲，机器人甲人的比吼，伊减一口气。咱人有一口气，啊，机器人无一口气。所以咱今日做伙来思考，上帝所对咱分的一口气。咱拄仔开始讲，上帝用土来做人，然后呢，上帝对咱人之间，甲咱喷一口气。啊，你讲动物嘛一口气啊，咱人死落一口气，煞伊就死去啊吼。啊，动物嘛是啊，动物嘛是一口气啊。但是恁若对圣经来看足清楚，知影讲，上帝做动物有予伊一口气，迄是为着伊的身体了。上帝并无对动物分一口气，无，所以动物有一口气，但是不是上帝分予伊的，是上帝创造伊的画面内底本身，因为上帝有做空气，所以呢，这个动物伊自然就吸空气，所以要活落去，伊会吸，吼，啊伊分一口气，但是咱人无同款哦，咱人的一口气对倒位来？上帝感恩，虽然拄只那个经文讲，人要真做啥物，真做一个有灵的活。虽然人甲动物全部共款去啊，咱拢有一口气，但是这口气，咱是对上帝来，上帝分你口气，麦当来讲，上帝将伊的活命透过你口气分享予咱人。所以咱食做一个有灵的活人，即动物也是活的，差在倒位？差在伊无灵。咱人是有灵的活人，即、这个灵啥物事？就是即、这个灵，就是有上帝活命伫咱内底，有上帝灵魂哦，上帝藏即个灵魂伫咱的内底。所以咱人食做有灵的活人了后，这口气跟动物完全无同款，动物这口气，干那为着要喘气，啊，人的这口气呢？人的这口气是为着要创啥物？大家有想过无？上帝给你分这口气，你会当创啥？跟动物无同款，啊？头一个吼，上帝给咱分这口气吼，予咱会讲话啦，哦。予咱会沟通啦，啊！上帝甲咱分一口气吼，予咱会唱歌啦，你知无？哦，虽然人的一口气吼，甲动物吼真无同款，吼、哦，所以你看讲咱人的一口气予咱会唱歌，会讲话，过来呢，最要紧吼，会生气，吼、哦！我甲你问一个趣味的问题，动物会生气无？啊，会啊，那会袂？动物会生气，那会袂？动物若袂生气，你个他狗啊狗啊，谁来甲你咬？伊就先生气啊。所以讲，我咱人甲动物共款去啊吼，差咧最后一点啦。人个生气吼，因为咱是有灵个活人，所以这个生气吼，为咱个人吼带来一个成长。你生气了，你会发气；你生气了，你会冷静。哦，啊，你后摆唔通阁再生气。咱这个生气，咱会当控制，就问狗啊，敢会当控制？啊，恁家饲个狗啊，帮你小控制啊，小控制啊，哦，狗啊，便所会当控制啦，哦，你个家里头，当你去遐后边便所安尼啦，遐会当控制啦，哦，但你敢会当讲，为较细声嘞，哦，啊，你爱控制，为三声好，你为五声伤过分。你袂当控制，所以人甲动物这几点无共款。所以咱讲伫科技的时代吼，要做人吼，你会愈来愈辛苦，因为机器人愈来愈强，愈来愈厉害，啊，你会愈来愈感觉我做人敢若无啥物趣味吼。所以今日咱只有透过圣经一节，甲大家做伙来分享，你会享受上帝甲你分一口气，
头一件代志吼，唱歌。所以你看，咱信主的人来教会，第一件代志咧做啥？唱歌，对无？你就要告诉第一件代志就唱歌嘛。啊，你讲动物嘛要唱歌，迄咪叫做唱歌啦。动物是干样叫尔啦，迄是你个听起来敢像咧唱歌啦。啊，动物的歌都无歌词咧。啊，咱的歌有歌词啊。咱若买落就旋律，嗯，啊，这个足好听，啊，是唔知啥意思？敢若旋律无意思，你嘛听无咧？虽然咱的歌声是有旋律、有关节音，啊，动物嘛有，但是咱有只比较好，咱会写歌词。所以你知影你咧唱啥？所以你咧唱的时阵，对着这个歌词甲旋律的配合，咱生老病死，咱拢会唱歌。哦，生有咧唱歌无？你但是生日敢唔要甲你唱歌？祝你生日快乐，对无？一定要甲你唱歌。所以你生日一定要甲你唱歌，对无？啊，你会艰苦的时阵，失恋会唱歌无？有地方用歌百分之九十拢在写失恋，哦，啊，谈恋爱会唱歌无？会啊，对无？啊，明天我要嫁给你啦，哦，啊，你买单写一条歌，哦。所以这歌拢在写谈恋爱，所以你若爱情快乐时，你会唱歌；啊，艰苦时唱歌，痛苦时唱歌，啊，连啉烧酒嘛唱歌，敢不是？哦，我无醉，我醉，我醉，哎，啉烧酒是嘛在唱歌。所以你这个人甲动物，上帝甲咱分一口气吼，分类吼，一口气出来吼，变歌声。所以咱基督徒的人吼，你做一个人，上帝创造你，一件代志尽量变唱歌。所以咱基督徒来教会一定拢爱唱歌，做礼拜一定爱唱歌。因为上帝分你超群，你若无唱歌，你无彩。伫高雄有一个音乐家，这个音乐家呢，伊是经过甲医学合作，转出一本册，叫做《唱歌的好处》。哦，所以这不是伊想的哦，不是伊家己想出来哦，这是经过医学的研究，啊，讲唱歌吼有足侪好处。唱歌有啥物好处？啊，咱大家我看一下吼，我想者我记袂了啦哦，所以请大家看 PPT。头一个，你若唱歌的时候吼，等于是你的内脏吼，迄活动啊，亲像你家己练练安尼啦，按摩内脏，哦，所以拜托，等下。礼拜等等下，搁唱一条歌吼，唱较大声，啊，较认真唱的，唔通讲莫说感动，我才来得，头前唱歌我免来，安尼唔对，哦，对一开始唱歌就爱来，因为上帝安尼分你口气，就是叫你来唱歌，好听歹听基础，唱了了对你的身体、对你的内脏、五腑六脏吼真好。第二呢，伊讲唱歌吼。互你较袂破病，互你免疫系统吼会较强啦，吼会较强，吼。啊，所以你免同情讲，哇，你带一个大提琴，一个当下下小提琴啊，哦，足好诶，足好，我都出世也无学音乐，你上帝做你一支嘴，上好乐器，你知无？吼，啊，无你若上以前哦，我带你甲伊开讲，我教伊较早一个有熟悉一个吼，我那足好诶，啊，去甲伊高雄奇美吼，去甲借琴出国去比赛，迄琴。你一只琴六七百万安尼啦，哦，啊，迄琴足宝贵，叫去我出国比赛，讲全去坐公车拢袂记，去迄公车顶来，啊，上新闻，好佳哉，当地迄新闻马上甲报，报所有民众拢知影，所以找有倒来，但是惊者看消息安尼啦，哦，你看，你若讲小提琴都好，你若大琴大提琴，你要出国，你就爱去另外买一张票，你会琴济咧，哦，一上帝做。做你人，上好的乐器是啥？唱歌，对无？嘴开开就当唱啊！所以咱大家爱认真来唱歌，互你的免疫系统愈唱身体愈健康。第三呢，伊讲伊研究的结果，唱歌会刺激你的神经，哦，互你的身体哦更加敏捷。咱人就是作些神经线，安尼就是不空调的。你咧唱歌的时候，你规身躯的神经受到刺激。较袂老，哦，所以较少年，哦，所以其实这唱歌有好处哦。啊，第四点吼、哦，
这唱歌吼，会有咱人甲人吼感情好。啊，恁台湾人常知啦，伊若去人兜，干两件代志，一个叫做泡茶啦，啊，一个叫做啥？唱卡拉 OK 啦。哦，这唱歌让咱人甲人感情吼会更加好。啊，第五项大家上来，竟然唱歌会减肥啦？是安那？因为你若常常咧唱歌、唱歌、唱歌，你的这个腹肚会出来，会出来，所以就特别大哦。所以唱歌会当减肥，今日就七点，拢总十几点，你今日就七点，你就爱唱歌。今日就减肥，你就爱唱歌。哦，所以足大好处。来，过来咧，唱歌因为就是咧练习你一口气，所以会乎你的这个咱的这个呼吸的这个系统哦。会更加臃肿，敢若亲像咧游泳吼，咧受水的人啊，吼，练习伊的肺活量，所以伊的气吼会较臃肿，身体更好。第七呢，较袂老，唱歌的人吼老较慢，会较少。第八吼，唱歌会当改变心情，我这个真要紧。所以咱现在来教会拢爱唱歌。因为你来到教会的时候，你的心啊可能搁较大，你坐着啦，啊，无需要讲多，要听上帝话进行，先唱一个歌，互你改变你的心情。因为咱唱的歌拢是好乐的歌，哦，来教会唱歌拢赞美的歌，感谢的歌。这唱歌会改变心情哦，你敢知影连做兵都爱唱歌？无想要坐，唱来，哦，唱军歌。对不？军歌唱了两大数，一二三四，唱了两，他就去唱。所以唱歌改变你的心情，用音乐改变你的心情。啊，唱歌吼，你若烦恼心情歹吼，唱歌啦，唱歌会当把你烦恼放互袂去的啦。啊，过来呢，唱歌会当帮助咱的消化，吼。啊，十一项咱需要来解决，吼，这个。所以你看唱歌做侪好处。所以今日哦，上帝甲你分一口气，叫你唱啥？唱歌，唱歌。所以吼、哦，当厝的家己一个人爱常常唱歌，常常唱歌吼、哦，较袂得着忧郁症。啊，常常咧唱歌，家己洗身躯啊唱歌，啊，咱有妈妈咧煮菜啊唱歌，洗碗安尼也唱歌。你愈唱歌吼，你会愈快乐。啊，无人就是安尼。愈想愈硬啦，你知？愈想愈气啦，愈想愈袂堪的啦，哦，愈想愈火大啦，啊，你就是拢无去唱歌的。啊，这真要紧，咱做信徒的人，你爱用唱歌改变你的生活方式，哦，你足久无唱歌吼，拢久久啊，一礼拜才来教会唱一摆，伤少啦，哦，逐日起床的时阵音乐放下，心情就变好，听歌心情就变好。迄、那个旋律入咱的耳腔，刺激咱的脑，刺激咱的神经，对咱的身体、对咱的心灵、对咱的人际关系，拢非常非常的好。所以这头一点，上帝分你口气，互你会唱歌。第二呢，上帝分你口气吼，互你会讲话啦。咱人有口气吼，就是爱甲人讲话，所以袂当无讲话。虽然即摆看到足侪青年囡仔变做宅男，你感觉听过这个？就是讲，拢踮厝里无出门的啦。啊，要食饭了，叫人便当送来门下口安尼啦。我来感觉这就是敢若较侪尴尬嘛，差不多。哦，你侪尴尬嘛是，饭把你送到你门下口，拢伫内底咧食安尼。哦，啊，即摆拢住套房，啊，所以看要食要放啥物，拢伫房间内底安尼。咱实在讲，而且你搁住偌高级的厝，嘛是咧真尴尬，你知无？哦，所以哦，爱出去甲人讲话啦。啊，宅男宅女，即摆就讲，当初用电脑甲人讲话，迄无算。上帝分你一口气，你即个嘴就是爱听人，爱讲话，足侪人变大讲话。一个人愈快乐，愈敖讲话；一个人若郁卒艰苦，都无想要讲话，即道理足简单。啊，你若看像拢点，咱叫做闷闷不乐，啊，无想要讲话，啊，这对伊心情无好。所以你要鼓励吼，你的囡仔，啊，咱包括咱足足侪长辈吼，迄个人吼，年纪大吼，变做无啥爱讲话，吼，愈来愈孤僻，无啥爱讲话，这对伊真无好。
来来鼓励，你也讲话啊。虽然除了做礼拜以外哦，还佫小组还佫团体，你在创啥？讲话，因为主席总摆拢敢若无说咧讲，恁伫遐咧听，啊，恁拢无讲啊。所以咱要有小组团体，互大家伫遐创啥？讲话啦。做人的世间上的分一口气吼，你就是爱讲话，啊，袂当无讲话。虽然来讲话，但是吼，讲话吼，爱有技术噻，爱控制，吼。有当你讲话讲话来讲，你念念啦，啊，我来甲你动作提高啦。我你是无讲话死啊？是啥意思？迄就是你讲话讲较互人想较袂，想到念啊，哦。所以这个讲话的技巧，这个爱操练。啊，不过这个讲话这个话题，我要讲，要讲三这三面讲不了。我只有简单提醒两项，提醒两项。头一项吼，外人的面前吼，爱加讲你，兼讲我，什么意思？那伫外人的面头前，出去外面甲大家做伙的时候，你爱笑无？哦，啊，唔然你最近安怎？哦，啊，你囡仔安怎？拢问你安尼，安尼你自己的观念就较好。哦，唔通拢讲我，哦，哎呦，我第四日咧讲到哦，有人常常咧甲咱讲话哦，就开始问啦，哦，那么说，你要我几岁？哦，我是想咧，我你几岁？三十年，哦，那么说你要，阮囝即马咧上啥？哦，那么说你要，阮囝倒位毕业啦？那么说你敢知影阮囝即个月赚偌济？那安尼吼，那无啥甲你讲话，你了解吼？因为甲你咧讲话吼，你讲你的代志啦，那无兴趣啦。你咧甲人讲话，你爱讲别人的代志，安尼了解意思啊吼？你若甲人讲要多说你哦，重点放伫别人，毋是放伫我。我外头你敢知？现在我以前安怎安怎，那无兴趣啦。你是啥物款人吼？那无兴趣啦。所以记得。出去外面，你讲话时候爱关心别人，讲话焦点是别人，唔是我，哦。但是哦，甲厝的人讲话哦，爱讲我，唔通讲你，啊，爱讲我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讲我感觉，哦，安怎，哎、欸，你表达讲这是我的看法，啊，比如讲太太出差。哦，我讲好食，我是感觉若小可较咸一点啊，可能会搁较好食，安尼就好。唔通讲啊，你来遮搞遮项物煮啦，你煮这啥物件啦？啊，你啦，都当初若讲着你吼，一定拢骂啦，安听无？当初若咧讲你吼，迄镜头拢会闭嘴，吼、哦，啊一支镜头比别人四支镜头拢比家己啊。所以当初咱这专业的哦，这就袂讲的哦。这专业叫做 I message， I 就是你爱讲我的感受，啊，你爱讲你拄只安尼讲，哦，我足伤心啊。你爱讲我，唔通讲啊，你遐讲话袂晓讲话啦，唔通安尼讲，唔通拢讲你，人会感觉讲你拢在骂啊，你拢在批评，啊，你拢上头，你拢在尴尬，人听你会反感，哦。哦，啊，你哪下咧？你大家在咧底啥？啊，世界哪里种人？唔通讲种话，你听讲我的感受，我感觉安尼敢若无啥好。哦，我安怎，讲你的感受，卖去甲批评别人。哦，啊，唔通去甲你囡仔因兜讲，哇，你这厝安尼无彩遮水，啊，你遐窗帘来甲斗起色啊？你是到底看有外看无啊？拢咧讲你，你就讲。我看你用嘴真水吼，啊！我是感觉讲，哎，你这人当白色话，这会更加好看哦。你若讲我，人就较袂感觉你咧骂人。你若讲你，迄就是你人定罪，哦。所以这个关键大家要记，哦，讲话这个技巧，哦，要讲话这话题，咱讲足久哦，但是只有我简单讲两个关键。甲别人做的时候，加讲出个别人的代志，卖讲自己的代志。啊，当初的时阵，爱常常讲我，唔通去讲讲你，哦，安尼你的日子会较好过。好、哦，来，咱来看，过来，咱要来讲第三，这是一个重点。啊，有
有能的华人除了会唱歌、会讲话以外，吼，一个重点啦，吼，会生气。咱足够生气啊！人拢是会生气哦，但是我请你记吼，上帝甲咱喷一口气，结果咱足袂爽，一口气全部喷倒出来，咱就要出一口气啊！这个是要来提醒咱所有咱信主的朋友，上帝这口气喷予你，你就顺就好啊。人活在世间，唔免干那为着要出一口气，这口气吞袂落。哦，想要出一口气，每一摆当你想要出一口气的时候，大概拢无好代志。因为当你想要出一口气的时候，你的情绪呢，真容易失去控制。所以请你记，上帝甲你一口气分予你足济时阵，一口气予你来吞落。啊，唔通干那想要出一口气，哦，干那想要生气，哦。来，咱来看圣经。来讲了吼，那想到咱咧出一口气，一定吞袂落咯。咱那华语叫做咽不下这口气啦，吞袂落啦，甲你拼啦，甲你当鬼一阵啦，我今日是定个做咩事安尼啦，哦，定定拢会安尼，啊，即个情绪失去控制去啊，哦，这样咧袂使。咱人的生气吼，目的是让咱成长，啊，最近咧，咱的生气正常，但是你要进步，你要去成长，哦，来。发脾气是本能，控制脾气，脾气是本能。这句话请你记住，哦，大家拢发脾气，这是咱的本能啦，这拢会啦。但是哦，你也要控制脾气，因为控制脾气才是一种本能。发脾气当然呀，你做囡仔就会样嘛。囡仔做事啊，哦，你若带伊百货公司买物件，伊无爱领，就当铺间咧面啊，咧咧就火闹咧咧，哦，啊，就是要控制。咱人。吃吃这个就是会晓控制家己的脾气，好。来，囡仔若发脾气，这是妈妈教育失败，是安怎？因为囡仔发脾气是伊本能嘛，啊，你爱甲教，你爱甲教，妈妈不好甲教，囡仔没用，你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？你讲话快小声一点哦。妈妈有甲教，啊，问题囡仔讲，啊你发那么大的脾气，那你比我还凶，所以。囡仔都有发脾气，咱家庭有一个重要性的责任，咱来教囡仔安那控制脾气。你讲我有教，你教的方式都错误，你就用这个啊，啊，你就用拍的啊，哦。所以足侪妈妈就是讲，囡仔发脾气的时阵，妈妈会发更加大的脾气。所以这个囡仔做事啊，虽然妈妈有甲教讲你要控制脾气哦，那是理论。实际上，这个囡仔出世，跟恁这爸爸妈妈做伙过着吃，就是那有人发脾气，我要怎做？我就发更加大的脾气。所以阿妈无时间，我变做安尼嘛。那其中有一个脾气话，我你是咧歹啥？你是咧歹啥？有诶袂当好啊，讲你啊，你阁歹，你歹我袂晓你啊，那奇怪。啊，你既然讲有诶好啊讲，啊你哪无好啊讲？因为咱出世，咱爸爸妈妈都无好啊讲啊。对不？全世界爸爸妈妈无论倒一个诶，发脾气啊，我也吼，拢用一波。你再这样下去，你就试试看，数到三，我啊，数到三，就全世界你别不想搞呀！啊，一、二、三，要打咯，啊，都是危险嘛。咱主持人，咱想让咱尤其咱台湾人吼，实在讲台湾人无啥会晓控制脾气，因为咱拢用一个塔来甲塔掉咧，不准发脾气。啊，发起来，哎，无好嘛！你爱领导，你爱引出来讲，啊，你为什么发脾气？哦，囡仔发脾气的时候，囡仔拢发脾气，爸母不爱控制，因为伊是囡仔，伊就是袂晓讲伊唔才发脾气。啊，你大人，你都发什么脾气？你想听人讲，哦，你很生气哦，你怎么咧生气啊？哦，哦，妈妈感觉你怎么足生气的哦？哦，气到要死去哦！哦，敢若火山要爆发安尼哦！哦，你安尼足危险的哦！你入去房间哦，等下你冰箱你才出来，啊，你等下冰箱出来哦，咱先吃一个糖仔才讲哦。哎，你是学伊的脾气控制了，才甲伊鼓励，安尼就是正常来讲的。啊，咱唔是，咱叫伊随发脾气，气上
时间点去，吼、哦，咱囡仔个动作发速了，你知道？哦，继续切瓜，袂当个生气啊，哦，啊，这囡仔怎变做吼？咱这边就压抑嘛，伊个迄个脾气、迄个性格吼，无受到了解。你敢有甲问讲，你为什么发脾气？第二，你是安怎接气？拢无无，咱拢无处理。发脾气就是错，啊，就压落去啊，哦，压入去大楼，拢通常拢关别墅，啊，啊，叫发帖，面壁思过，哦，看壁。家己想法对唔对？啊，所以这种方式过去有效，因为过去囡仔较乖，较乖是较好听啦，是较戆啦。你叫伊送啥就送啥啦。哦，你这样做对吗？你反省你自己，妈妈我错了，对吧？哦，那是过去囡仔，过去囡仔真正较戆吗？过去囡仔我较早读册时候，我那个朱自清有一个作家，写一篇文章叫做《背影》啊，看到爸爸在旁边。我足感足感动，我爸爸真的很伟大哦！即问即摆囡仔看到你的背影，敢会感动？怎下来？囡仔看到你，看到背影，爸爸你该减肥了。他上面了，看到爸爸的背影，想到伊足辛苦，所以时代不同款啦。即摆囡仔出世接受的刺激足侪哦，足巧的啦。你叫伊徛到尾啊，反气哦，无效啦。哦，你爱甲伊沟通，你爱甲伊问。什么代志你生气？哦，啊，刚才你也不了解，啊，你足生气的时候，你想要创啥？你一定会生气，靠人袂生气，袂生气就不是人啊嘛。你一定会生气，啊，生气的时候，你应该安怎做？我就是这样。我今仔细汉时生气，我是一个足愉快的老爸，我爸是牧师，你知啊？什么意思？牧师拢是提上帝出来犯案，你了解吗？所以，哎，圣经来讲，上帝来讲了，啊，上帝搬出来，咱就只有点点哦。所以我在做传闭，我咧教囡仔，我那个朋友就个作业啊，我弄起来。啊，我囡仔，我这囡仔个性不怕，较包括，你知道？哦，像我细汉时哦，我就是感觉叫伊，我托来看咱这姊妹咧演小提琴，我就想，我伊那是拢安尼来学个小提琴，吼、哦，伊那么发脾气啦，讲你气什么啦？谁发明的？谁发明的？要脖子这样夹，歪歪的。他脑袋有毛病吗？就不能好好拉吗？就不能这样吗？哎呦，其实对一个囡仔来讲，伊讲的有道理无？有道理啊。但是咱大人讲的是足无道理的。啊，叫你拉就拉，你啰嗦那么多干什么？哦。但是伊了发脾气，咱我都答应，因为够无道理嘛。现在就爱安尼，啊，手就爱安尼，对不？咱二胡安尼，佮无结束简单，哦，啊，就爱安尼，啊，啊，咱就是讲爱甲开导的，啊，我当开水，为甚物爱呢？我当开水，我只会当讲，我讲吼，哎，我甲你讲，都是因为歹路，所以吼老人少，哦，安尼有道理无？那老路大家拢会晓，无一样嘛，所以故意的，啊，歹路，啊，歹路学起来。哦，你那大汉哦，我你那大家拍拍手讲，哦，你真好，你真好，你真好，那就我那足好开导了吼。啊，这就是张念老上回在没有情感连接，干那回 solution 哦，无去 touch 迄种伊无想要连起迄种心情啊，无去引导伊的情绪啦。伊即摆内底是靠被屈掉的吼，咱都要甲教吼，咱嘛该引导咱的孩啊，都较早无人甲教做。咱本来想要来说，你想讲，啊，你都较紧来，将来咱大家咧拍拍手，做你很会啦。结果这个囡仔咧，迄阵才几岁，迄阵可能因为小提琴拢啊足细汉开始学嘛吼，所以我会记得迄阵还袂较学小，哦，还袂够小进前。昨天才甲伊唱歌，讲好棒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你长大就好棒。好棒，为什么你不要自己啊？我咧只能慢慢把他们取下来。咱就讲鼓励你大了，人讲你足好足好，我足好，你你搞好啊，足好，咱唔去你去咧，太花咧咧。啊，这种话出来，咱就生气啊，对吧？因为你都讲袂赢伊啊，啊，我小孩子不要顶嘴。所以，我是足辛苦在讲这个代志，所以我如果这个查某囝脾气足歹，
真正伊脾气足歹足歹足歹，足够起性命，小可代志起性命。我落尾才知影，我是落尾，因为我嘛顺利去读这个圣经辅导。哦，啊，我是读圣经，伊是读圣经辅导，有差无？有差，因为读圣经一个骂人的，吼、哦，啊，圣经辅导是咧讲帮忙的，吼、哦，迄无同款，安尼。我嘛顺利落尾去读圣经辅导，啊，讲足侪观念，足侪册，我安尼头路我才知影，啊，我错了。我应该温存伊发脾气，但是发脾气的时候，我应该讲很辛苦哦，小提琴好难哦，哦，啊、我唔是讲啊，不练就算了、啊。查甫人就是安尼，我就开始甲伊讲道理哦。哎、欸，你一点钟，我送你出去一点钟偌济？你爸出去演讲一点钟偌济？啊，你出去练练练，等下我就去他妈陪你练，我大了呢，啊！爱练不练，那不练拉倒啦！你卖练，我得到较远啊！哎，怎么了？我不了解伊情绪，我有甲拄到啦，哭什么？哭什么？就你练你啊！吼，就你卖练你啊！吼，练我练到底是咩样子？你怎么了？都是你害的，你跟我害呀！啊，我不如跟你讲，你若不爱练，你就卖练嘛，不要练了嘛，你不要练了嘛。啊！你大事就解决啦，查甫人就是安尼嘛。你若练啊袂爽，可能卖练啊，一切拢包括你啊。你肯定一句啥子啊？都是你害的。为什么都是我害的？谁叫你跟我说不练长大会后悔？啊！你说你不叫伊练啊？我你怎不练？你大天都袂会。我怎么会想我是想做长进的老年人？哦，叫伊练你就痛苦，唔练，以前我跟你大人家讲，我以后也会。啊！你是要叫伊安怎啦？有你那个糟蹋无路，你知道吗？做这么回想起来，做到今天做到我，主持人你的精神，糟一命啊死，糟一命啊死。爸爸无了解，哦，因为爸爸主持人哦，精神拢藏在顶洞口，无咧处理，所以我未晓处理精神嘛。故事足济啦，要讲讲未了啦。迄个叫伊去练练轻功，我不想啦。啊，他有一种靠耐心讲。啊、哦，你不想啦、啊？来跟爸爸讲，为什么不想啦、啊？都是老师害的。啊，老师又怎么了？因为老师有跟我们讲这首歌的故事，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。我那都说想到那个故事，我会难过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能懂，不能你看到爱了你。我今晚才要办，因为伊是一个做兵教的囡仔，所以伊会想到迄个画面，伊会家己去想到迄个故事。啊，你若是一个较好老爸，你也说，哇，你这个囡仔真优秀，哇，你这个囡仔真厉害，这是一个人才，对不？咱就厉害。哦，所以我这个囡仔老爸原来脾气足坏，因为都被压抑嘛。老爸讲这样，其实拢足宽慰就对啦。哦，啊，佫较害啥啦，是吧？宽慰是无要紧啦，还佫害啥物？就是讲，通常我是对的。你像今天我讲的足侪老爸听。你宽慰我滴，你若唔对，伊还阁当出一条腿，因为你唔对阁阿爸，啊你对，无你阿爸，但是你阁对，伊足痛苦，你知无？哦，因为你足阿爸，伊是足想要反抗你，但是因为你是对，伊无法反抗你，大死。所以足侪，我感觉足侪查甫人无了解这点，讲、哦、我是对的啊，我哪里错？你告诉我，就是因为你是对的。但是你丢的方式，想绝对让人反感，所以为着反对你，伊会去做啥物代志？唔对的代志，因为你拢，你讲的拢对啊，爱为着要甲你对抗，伊只好你变甲去做唔对的代志嘛。所以一个囡仔变歹，肯定是父母害啦，是安那？你这爸爸吼太对了，你知无？我讲一个亲切的故事，我伫。一个辅导的一个 case 里底，一个爸爸讲，伊个囡仔大学毕业，啊要去外州，去美国外州要工作，啊要出门啊，啊嘛大学毕业嘛，差不多嘛二十分岁啊吼，啊爸爸就甲伊讲，讲啊，安尼你明仔载要搬去外州啊吼，啊对即摆开始无爸爸妈妈甲你管啊，哦啊所以你也家己照顾好你家己哦，哦，啊你也记得哦，爸爸妈妈出事啊，拢甲你讲，哦，空间性的讲哦，我们要在一个安全的范围里面。哦，不要超过这个界限。哦，就是讲，袂当饮酒啦，袂当安怎，袂当想话，袂当啊，讲足侪规矩嘛吼。
看到人生就是有一个框框吼，啊，咱父母的责任就是拢让你一个安全的范围内底，尽量不要犯错吼，啊，所以吼，你也记得哦，哦，啊，明仔载开始爸爸妈妈袂当甲你看哦，啊，你也家己照顾家己哦，哦，要记得哦，吼，不要超过那一个框框，哦 ，OK， 你讲 OK， 爸爸你放心，啊，我一定不会让你担心的，啊，因为什么叫做担心？你怎么就给我造出来了，对不？我让你放心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我一定会离开那个框框的，啊，这你也不用担心的。听我，一个囡仔讲，你等下反正我会走出去，我来跟你讲，你免那么，我一定会走出去，我一定会走出去，所以你当免那么热。现在爸爸讲，老师，我已经推让你，啊，那我修逻辑啊，我今晚囡仔就是该钱囡仔无卡。以前囡仔父母叫你当就当，叫你使就使，即摆囡仔唔是啊，伊有家己的想法啦。你愈叫伊做，即伊愈无爱，所以你愈提供对的代志吼，你就是愈去逼伊做唔对的代志啊。有哪种代志？我这就是时代啊。即摆这个时代就变到那去啊，那叫做叛逆啊。啊，所以这个老爸我，阿姨讲，伊一定要出力，我更加烦恼。那不是别欢乐，那他不太欢乐。真正的真实的故事。所以我想重点就对，不是什么人对，什么人对，重点就是这个情绪。上帝给咱分一口气，请你听，人人都有一口气，哦，多一口气，拼一口气。虽然你是对的，但是你若袂晓。注意到别人的口气、人的尊严、人的面子、人的感受，你只会说对错，就算你是对的，最后你也是输。伊为着要甲你拼，伊只有去做这个你无认同的代志，因为伊要气到你死，就是口气。所以现在也是上帝甲咱分一口气，内底后面真大呢。唱歌、讲话，迄种基础呢？最主要是情绪，人拢有一个情绪的。尤其咱做查甫人，你也了解，你的太太一定拢有情绪。当伊有情绪的时候，变成很不讲理，哦，啊，查甫人本来就不讲理，伊是讲情不讲理，伊是讲感情。你两个爱讲道理，讲你讲足无讲道理的，你讲不讲理啦？啊，那讲出话你就输气了，因为本来就不讲理。那是个人单方面的讲理尔，啥物甲你讲理？你若讲理，我当时是外给你，当时外给你，是你你讲情嘛？你说我爱你嘛？你甲我讲，哎、欸，我我偌济，我一个月赚偌济，我你敢知我一个月赚偌济？伊怎给你？迄叫做讲理啦，你了解无？哦，啊，伊的给你都唔是你甲讲你一个月赚偌济嘛？是你甲讲我爱你嘛？我爱你嘛？我会照顾你嘛？我会对你好嘛？你若见我了吼，你会足幸福个嘛？我会体贴，我会甲你，互你个足浪漫，我会互你足快乐。你讲一大堆，即落漫天撒谎安尼，拢讲袂使啊！啊，即句话怎讲？我无顺便讲个，我老你骗你啦！你若讲铁东西，你拢阿讲袂使啦，安尼。我无，我怎讲不到讲袂使？我是安尼想个，即我个方式你袂当接受安尼尔，吼、哦，即款人就是，因为伊是你个一种。比了解的感受，但是我是无啥会了解人感受啦。我是跟人注重对唔对，这个上要紧。人生就是什么对什么对，这个第一要紧。不是呢，上帝给你口气吼，你口气若无处理吼，你要处理对唔对吼，我颠倒会后悔。愈对，伊愈无想要做；啊，你愈唔对，因为是你讲的，伊就做给你看。所以，人生的困难，不是头脑，是你口气。你要哪体谅讲，知影讲，你身躯边的人，伊是不是有口气，有一口气不掉的，出袂出来？啊，啥物叫做朋友？朋友就是吼，伊会当当你面前吼，吐大气，啊，当你面前出你口气，伊啥话拢甲你讲，伊甲你讲话讲了，伊会感觉讲，哦。心情足快活，因为本来一口气哦，即马拢开出来啊，哦，所以即马心情足好个。所以呢，做人的
翁做人某，做人老爸老母，是要咱做人子孙，咱请大家爱知影这个观念。上帝对咱讲一口气，人生活在世间，吼，你就要争一口气啦，吼，要争气，但是不是出那一口气，嘿，无办法。好，来，再来看，也就是讲，正确的生气是一种界限，就是讲，人都会有情绪，吼，当有人在发脾气的时候，你就要冷静。所以囡仔在拍的时候，你要安静，讲啊，妈妈生你足生气哦，爸爸生你足生气的吼。啊，咱生气的时阵，咱出去外面行行咧，好不好？哦，你生气的时候，我带你去吃冰淇淋，到我这个北屋抓去了。那么你不生气，带你去吃冰淇淋，你不信不信？你很生气哈、哦，走，妈妈带你去吃冰淇淋，有心情有没有好一点？哦，先处理一条鬼，啊，再来讲哦，来跟妈妈讲刚才发生什么事，咱就袂晓。其实呢，生气是一种概述，我用生气，让你知影我无爱。我用生气，我其实是在讲，会当生气无？会当，先听我讲，生气，但是唔通犯罪。哦，《易经》所书第四章有讲三句话，第一句话，会当生气，生气无犯罪哦，生气唔是犯罪哦，是生气去打人才叫做犯罪。所以圣经跟我讲清楚，上帝给你分一口，给你分一口气，所以你的生气无 A。哦，你对上帝代志，不管你都会生气 ，OK。但是圣经讲，生气唔通犯罪。所以生气甲犯罪是两件事。你会当生气，因为上帝分一口气，但是你唔通犯罪。所以这句话咧甲你讲。你若生气的时阵，你会培养好习惯。比如讲，我只要生气，我就去散步；，还是讲，我若生气，我就去唱歌；，我若生气，我就去弹琴。啊，有人习惯较歹，我若生气，我就要写片。真正有吗？我就有一款朋友啊，哇，心情够歹，啊，台湾一点钟来啦，电视购物台啦，哦，啊，就开电视开始看。哦，阿就甲你讲，卖这卖那，足生气啦！哦，啥物都想要买，阿就电话开始敲，来，送来阮家，哦，啊一大堆啦，一工到哦，拢去门口去收一撮箱啊，啊一直咧买，一直咧买，一直买，迄就是生气了无好习惯，哦，啊有人另外一种人，一种人生气就去买物件，有一种人生气就去食物件，哦，啊这嘛是。有一点不一样，生气就去吃物件，生气吃物件，常常会吃伤钱去啊！啊，足侪人，查甫人啊，生气就去送啥？啉烧酒，生气就去啉烧酒。啊，这就是讲，咱主持人无好的套路。人的生气一定呢，生气的时候去唱歌，生气的时候去找朋友开讲，生气的时候去运动，生气的时候去拍球。哦，生气的时阵去散步，生气的时阵去踅街，去公园，去游山玩水，安尼。生气的时阵有足侪方法，咱大家爱家己爱生活爱传播。生气唔当犯罪。第二，会当生气有一个原则，啥物原则？啊，唔通气到一个头落山。哦，啊，即句话唔是甲你讲，你生气吼，啊，都要伫一个头落山，一个头落山以后。一旦生气不是这个意思，意思就是讲，唔通去吃苦啦，哦，有一个时间性啦，哦，啊，我跟你讲哦，愈好吃的物件吼，会当保留的时间愈短。你有这个观念？你若吃生鱼片吼，越好吃越鲜吼，千万唔通我切起来安尼放三点钟，绝对袂使。所以请你记，哦，愈好吃的物件，伊是愈鲜啊，哦，所以咱咧生气吼。气气就是死啊，就好啊！你若足好气，气到第二天、第三天，我会记咧气，记咧气吼，你就变泡面去啊！你呐，啥物意思？哦，泡面就是咱放一年两年，摕起来泡起到迄个面，迄叫做泡面炒啊！拜托，你的脾气唔当变泡面嘛！哦，你的脾气要像生鱼片呐！哦，就是讲气气就好啊，就好啊，就好啊！哦，唔当过明仔载，过一礼拜，
愈生愈气啊，安尼代表你这情绪不新鲜，哦，一旦放足久，这无好啊。所以我台湾有人做一个实验啦，吼，讲麦当劳汉堡安尼买倒转来了，放一礼拜了吼，拢讲还过会当吃，安尼这东西会当吃未当吃？迄个未当吃啊，迄代表迄内底防腐剂啊，代表这个物件是内底是足无健康个。剩一个人啊，讲，哦，我这个人我外敖嘞呢。我想到两年前你伫做我，我怎么想袂晓要出去的？迄毋是叫咬人，叫戆啊，对无？生气就上别人个错误处罚你家己啊。迄个只爱生气人早就袂去啊，你家己还搁咧去，啊你来遮搞，无意思，无意思。所以请你伫心里头讲啊，讲清楚，会当生气吼，但是气一时啊，对无？气起来准都爽，太叫性格。啊，我讲我脾气就是安尼。你脾气是安尼，受害者是你家己啊！会记得哦，圣经甲咱讲啊，真清楚。会当生气，唔当气伤久。第三，甲咱讲吼，唔当让魔鬼留地步。意思讲，魔鬼哦，足想要甲你作弄的啦。哦，魔鬼足想要甲你创造，当然无机会嘛。圣经讲，魔鬼甲咱是一只好叫的狮啊，但你身躯比龙龙细，但是唔敢活啦，因为你有钱。哦，上帝有给咱保护，但是呢，什么时阵伊都有机会啊？什么时阵？生气的时候。我熟悉一个人，伊甲我讲讲，老师，我这世人一件代志我做袂过。有一家风暴冤家，大风暴冤家正常嘛。风暴讲一句讲，你有才搞你出去？哇，你讲一句话就已经生气，已经犯罪去啊！你一句话言语暴力吼，我出去，我怎出去啊？啊！咱出去吼，惊惊咧，咱心境有讲，讲不要还怒到日落，气急的讲，啊，算了算了，唔通安尼啦，哦，啊，咱等下等下，准备等伊出，哎呀，门卡锁掉咧，哦，门卡锁掉咧，啊，啊，气急连门开啊，哦，啊，咱用锁匙咧开也看袂开，因内底甲你反锁咧，哦，这个时阵，魔鬼就来，伊就讲啊好，你唔好这边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哼，我来带你管。哦，平时啊都唔敢开的吼，今日来带你管，但是进不了，因为是带针卡。什么意思？针卡如果把东西插在对里头，针卡如果半暝有人会来弄嘛？哦，哭哭哭！啊，那会家己一个大面寂寞吗？啊！我讲你叫小姐来，小小的。咱这基督徒哪，你叫小姐，你嘛跟差不多嘞。但是想到太太们甲说的，伊就不好意思太太叫小姐。伊讲做的了，一世人绝幸福。若要想到这件代志，我讲我哪会这么无水准？我哪会去做这种代志？迄就是你咧生气的时阵，不是你。伊唔是讲我生气，我要叫小姐，唔是哦。哦，伊生气要等于厝边当等去，只要去外口大，但是魔鬼哦啊，等气是等足久的啊，等你很久了。哦，过了十年来你拢无胖，即摆我等着，所以迄只阿婆借住一个机会，叫一个小姐来啊。所以这叫做。唔通学魔鬼留地步，意思讲，你想起的时候，你家己可能控制了真好，你袂去做唔对的代志。但是圣经甲你讲，唔通忘记的，要不只狮仔当边仔咧等你。所以你若想起的时候，你较警醒，哦。所以你若想起的时候，通常咱是建议，你想起你要找一个人讲，爱有一个人知影你作气，安尼对你较安全，哦。啊，你想好这个人会陪你。啊，陪你出去创啥？陪你出去行行咧，陪你去拍球，安尼，唔通惊麻烦。你惊麻烦，就魔鬼就来。你找无人，魔鬼就来。所以这个尽量定心很重要，好 ，OK。那你讲，上帝给咱开一口气，这口气会发脾气以外，你呐，你也控制你的脾气，这个叫做吼会成长。所以讲，唔通为着要出一口气，爱争。那么要争气，用这口气爱好好活，好，好坏成功失败是家己的决定，
这个叫做真实宝贵。圣经来讲，人一生的结局是对心来决定，不是环境来决定。哦，所以唔通怨叹，拢唔通怨叹。无论你娶到什么人，结到什么人，生到什么人，你都拢唔通怨叹。因为好坏唔是伊决定，唔是环境决定，是咱的心来决定。来，我们来讲最后讲一个小故事。什么叫做争一口气？有一个画家，伊是伫路边咧画，啊，路边的艺人跟他咧讲话，叫做一个好家，看伊咧画，讲哎呀，这少年仔画了袂歹咧，哦，啊，唔好耶，啊，你咧画人无？有啊，我咧画画啦，画画啦，哦，好啊，我画画安偌济？伊甲吹讲，啊，你画你吼，因为。画人吼，为着表示对你的尊重，所以我这个油画吼，我这用料材料，我们是干那摕出去变料吼，啊，我用足侪材料，啊，我足认真，甲你画画甲，互你会当传互恁囝恁孙安尼啦吼，变名画安尼啦，少年人画家艺术家拢有足高的理想嘛吼，所以吼，歹势是较贵啦，爱一万，这个画家就讲，哎，不，这个财主就讲一万块才够呀，一万无差啦，我你若真正若像你这个水准。一万就使啊，无问题啊。啊，就讲好好，安尼一万。啊，等到讲好约定，要去领迄日，这个财主转去吼，哪想哪唔对，那伊也是毕卡索啦，那这也无咧外出尔。你伫路边咧画，拜托诶，我一万安尼想好赚哦。哦，愈想愈唔甘愿啦。所以到伊讲结束吼，甲话题，我会少年啊。我想想咧，你即间有达到一万，啊，三千了。即、這个画家讲，无你慢慢出九千，你慢慢出三千。哦，你慢慢达到骨折，哦，一万变三千，啊，我无法接受。即、這个画家，唔，即个财主就讲，你无法接受，你即百度就一个画画，你要卖啥？啊，无人甲你卖啊，对无？三千啦、啊。啊，三千就好赚了啦！哟，年轻人不要这么贪心啦，三千啦，啊，你画画你也袂当卖别人啊啦，三千，现在我袂使，真正袂使，你唔通安尼啦，阮这吼，足歹赚钱的，阿麦看下啦，三千啦，卖唔出的啦。这个画家一阵足生气，哦，我要争气，不是赌气啊，我讲哦，我要争气，我这我的技术，我的 level。敢值三千尔？伊讲唔卖，我唔卖，啊！我来讲，将来哦，我会叫你开20万来卖一块，我甲你卖多少？这个财主讲你起笑，你笑死人！二十万，三千都唔卖啊！搁咧二十万，你他妈笑死你！哦，无卖，这个画家足气，伊下一个决定。一种拢计袂好势，啊，吼、哦，足认真咧练习，继续认真拍拼，一定爱画哦，足好，一直提升伊个技术，吼、哦，落尾成做一个出名个画家，吼、哦，落尾能成功，啊，故事我袂煞，成功了呢，有一日这个财主吼，会足成名，有一日个财主朋友就讲，我咧讲啥代志，阮吼。这两天去看一个画展，一个出名的画家的展啊！看到你的相嘞，你相吊在遐里，唔够可怜，真正啊，画到足生理的啦，这个老人足神的，哈、啊！你一定爱去看。我世间哪有这种代志？啊，去看，是无？就是伊啊！哦，这个少年画家开一个画展啊！啊，咱这画拢有一个主题嘛，一幅画拢有一个主题嘛，伊个主题敢若一字尔，啊，惨爱惨，几十年前画迄幅图，即嘛提出来展览，讲这是我少年的作品，看看这主题是啥，贼，惨，讲啊，谁叫做贼，我讲互你听。讲这个故事王听啦，这个财主去，然后哈，这，
少年啊，快点啦，迄卖偌济啦？你偌济？爱买无？爱买啊，无买啦？有你差啦？全世界拢捌你啊！哎，即马唔买，连江伊若身价更加悬100万啦，吼吼。所以，我这个小小故事，你讲，小朋友，人生有淡仔你也会困，哦，要争一口气。举例讲，你先生看不起你，啊、哦，你争一口气。啊，那争一口气，我就对你好，好到有一天你会觉得对不起我。你知道吗？你跟我争一口气，我去跟别人好，好、哦。那是伤害自己，你记得？那是伤害自己。所谓报复，拢是伤害自己。争一口气就是让自己更好，这叫做争一口气。让你自己更好，更有尊严，人看你更有气。这是上帝对咱国的一拍鼓，咱就来记得。因为上帝，我来到你面前，足感谢你。啊，主啊，感谢你对我每一口气，让我来唱歌，让我来讲话。所以我真正爱学讲，天天爱唱歌，阿妈爱有智慧，一定爱谦卑，爱学讲，还是要怎讲话？但是最要紧，最要紧，我爱知影讲要安怎样，爱争一口气。做人要争气，唔通干那想要多一口气，出一口气，一口气吞袂落，你最后拢伤害家己啊！就想着我做一个。会晓体谅别人，爱了解讲，人人拢有一口气，啊，咱来互伊感觉讲被尊重、被了解。疼一个人，就是互伊有法度伫咱面头前会当来吐大气，将伊的委屈讲互咱听。啊，阮家己做人伫世间，真正会为着上帝来活，好好啊活，来争一口气，有一日。当去面对你的时候，我来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感谢你一口气。所以人生就是一口气，我来好好的活，活出上帝人格，祈祷奉耶稣的名。